所以他们交车也是很辛苦很认真，对，跟你要买新车一样的概念。对，坤爸今天要来干嘛？没有，今天没有拍车啊。那我来干嘛？没有，你等一下跟我去，我今天要去交一部车。你要交车？对，你要贺成交了。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交一台露营车。露营车？真假？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拍过一台露营车 California 吗？对，你要买那一台？不能用租的吗？你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带你去看再说。好 ，OK， 好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要来交车的地点。我今天来交一台福斯的露营车。Hello， 是你吗？我是 JJ。我跟你联络了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来交这一台车。对，就是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颜色，这么鲜艳。对。所以你们是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哦。目前有八个颜色。八个颜色，我们可以选色吗？还是由你们配？我们会自己配哦，所以选色是不能自己选的，是，尤其是在如果很旺季的时候。对啊 ，OK。带着小朋友享受户外远离尘嚣，七到八月提供你长租的优惠哦，让我们陪着孩子共同成长，快乐长大。我听说你们交车时间很久，大概要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哦。如果你之前是完全没有碰过的经验，对，我们希望说你出去的路上，对，都是可以把它的功能展现到极致的话，我们会花一个小时仔细的跟你讲。所以是一到日都可以交车，还是有某一天不能交车，只能还车？哦，礼拜天不能交。哦，然后一到日都可以还车。对。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如果不想要花那么长的时间，建议先到他们的官方 YouTube 是先看，因为你们有一个影片我有看过，交的蛮详细的。是。那来的话，可能在交车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对。所以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福斯原厂的露营车。对，我们的车目前十台都是福斯的 California Beach 这一款。有一点点美中不足是它没有四驱，四驱要到 Ocean 才有。对，从车内的空间先开始介绍。第一个一定是先确认说我的车子是安全的嘛，然后打到 P 档。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就是先旋转这个椅子。哎，它可以对望哎。两张椅子都可以哦，连这一个也可以哦。对，就转成180度之后，这边就是一个小客厅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是准备开顶棚。哦，顶棚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层板先把它拉开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左右两边都是一样对称的卡榫。我来试一个。好，两个。然后再来之后，黑色这一个把它往上翻，这边翻到底。对，往上翻，翻到底。翻到底之后，银色这一个。它可以这样搬下来，再来就可以推了，上去了。对，这个推上去的话要注意两个事情，一个就是你如果停在树下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上面的高度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刚才上去，其实我不用整个人推到它底嘛，因为它上面有那个油压杆。对，油压杆。但它上去会需要一个空气的对流，所以门或窗要开一个。反正那个就是空气力学的概念，是，要么它就升不上去。对对，啊，要不然就是。收的时候也一样，收的时候没有开，它就拉不下。跟我们租车的客人，我们就会直接付一个行动冰箱，含在租金里面就对。对对，这不用另外加钱的。那它50公升，然后左右两边可以冷藏、冷冻分开，独立控温。冷冻、冷藏。对。这很轻哎。这里面有两条线。哦，充电的。一条线是在车上，你如果你现在有带食材来，马上上路，你就可以先接着。是接这里。那边那个哦，这边也有 12V 的、那個、哦，这边哦，對對對，看到，所以我们会把它放那边。对，那如果你到营地，你不希望说这个冰箱在车上占空间，你就把它拿到下面，要找一个插头，用这个，用100V的营地的电就好了。对 对， 對，那它就放下来就可以， okay， 一样可以运作。所以两种方式是，然后上面这个打开来就变门，没有，它就稍微打开的时候这样卷起来，就不会影响到里面的空间。对对对。那我们车子里面有那个吗？110的插孔没有哎、我们车子就没有，就全部都是用这种插孔。对，还有 USB 哦 ，USB USB 的这个都是充电用。对，因为它其实原本是一个炉台，其实因为我们考虑到说车内的空间烹饪的话，对一般的客人来讲可能不是这么的安全。对，所以我们是把瓦斯的这个管线都拆掉，那纯粹就是当一个桌子，桌子用而已。对，门拉过来哦，这边它就藏在这边啊，这个就是简单这样搬一下哦，有一个它就会弹出来，回去就是这样
压着哦。那如果我要这一张桌子跟这个一起合并的话，你就是开，就开两个角，开这两个角，对，直接有一个角度扣进去，对，可以前后移动，这是可以再移的，对。那如果这个没有开的话，就是靠边边也可以，它这个沟槽两边都有。好，光看看，然后直接这边还有沟槽，对 对, 對，哦，就更近来一点点。对，就看你的使用方式啦。你如果要长一点的话，或者这边要摆东西，对，好、哦，就可以过来一点。OK。然后像这个现在我们是摆横的，对，啊，它其实摆直的也可以。哦，它还可以直的、哦。对，你看它下面这个，我要这个哦，这一边。对 对, 對，它这样子转过来、哦，它就变，欸、真的很厉害。等于这两边就靠过来，它是桌子就会贴在这边。对对对，这边进出就方便。把它打成床的模式，现在换变床了。对，要变成床，要先拆头枕。对，我先借放这边，等一下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收纳空间。好，现在这个拆掉了嘛？对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动的就是看这个图，就是先动椅子整个座椅的前后。对。那要移动的话，就是从这个袋子拉绳。这个拉绳分两段啊，吼。第一段就是你先拉了之后让它做动，再来控制它的前后，好，然后再来拉，哦，在前后，对，我再拉椅背，好，这个如果第一次比较不熟的没关系，你就尽量往前拉一点、哦，因为它如果离那个太远，我们再推回去就好了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我要放椅背的时候也是先拉起来，让它有这个声音，再推它，它、哦、直接哦，就这样子，对。现在跟那一片的床板差一点，我就再把它往后推。对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床垫铺上来了。对，现在是因为配件在上面，要不然我们就是把床垫再拉過來拉上来就可以了。我来跟你说，这个就是收这边，这里刚好有一个，它床起来之后，它这边有个空间，可以收三个哦，还是往里面推？可以收三个，哦、全部都收进去里面就对了。对, 對, 對, 對，你看它其实三格哈，对，都有这个收纳格。哦、oh, okay. ，这个小抽屉，因为它原本的设计啊，是想说，这其实就像是一个家，一个房间。那你要上床睡觉，要脱鞋，放鞋子，放鞋子。哦、oh, ，对，所以三格都是哦，三格都是。那我们发现说，哎，刚好第一个可以拿来放头枕。那这个很简单，就是两只手握着这个旋转的这个，从这边转，大概出来50公分左右，人可以钻进来，我们就可以来把这个掀开来。啊，这边就是帐脚可以下来的地方。下来之后，我就会斜斜的踩，然后因为我们还要再出来，假设说我们还要再出去嘛。好，假设这边是我觉得 OK 的，那我就把这个搬起来。啊，这个有两段，就是再把它固定起来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哦、oh, ，OK， 就翘一个在这边。哦、oh, ，很简单。感谢本集赞助厂商 Poema Mini 2车用空气净化机，你可以放在车上用，然后也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用。它主要是吃 USB 的电，总共大概有两段式。好，它会分大小，这是最大，声音稍微就大一点。哦、oh, ，真的。哦、oh, ，那这个要换耗材吗？这个不用。哦、oh? ，用水洗就好了。用水洗就好。大概两个月水洗一次，所以耗材的成本你可以节省非常的多。根据权威机构实验认证，可以有效去除 PM2.5 细菌还有病毒，全车净化只要7分钟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刚好618年中庆价格是最优惠的时候，有需要的话趁这时候购买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台免耗材的车用净化器， Poema Mini 2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整张椅子它我们都有贴箭头、哦、箭头，对，朝上，其实拿下来不难，但有的人就是忘记怎么回去，对，收回去就搞不清楚。这就是都拿杆子啦，对，然后这样子，哦 OK， 那舌头就是朝前面这样，然后箭头朝看这个箭头，对，点配件就会比较花时间。点配件是比较花时间的，对，因为有很蛮多原厂的配件，我们是就是在这边点，在这边点边，然后我来打勾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念出来之后，我来跟你说它怎么用这样。前驾驶座遮光帘两片，遮光帘，因为这台原厂的露营车，它很多设计都是哦内建的，建在里面的，好，只有前座没有，每一片玻璃都有，但是两片电动窗的玻璃没有，哦、okay 啊，所以它就另外做了一片布，好、哦，然后甚至它旁边是磁条，
这个是磁条，对，磁吸式、哦、直接吸，对对对，两片有，然后再来磁吸式车用纱网，纱网，纱网是这个，纱网这个用的位置，除了刚才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位置之外，对，另外还有两个，主要就是滑门跟这个尾门，对，还有个大片的。哦，防止蚊虫的。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外面没有要开助能，对，那你希望吹凉风，对，它不希望有蚊虫，就装这个这样。好，车用充电线，这个。哦，你们也有付哦？这一定要付啊！就是哦，营地，营地接电进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接营地的电，那插头在插座在这边，接完之后整台车都有电，对，也可以一直吹冷气。对，这插哈、哦、是它的这个舌头盖板是要朝里面。好。然后插进去之后，会有个声音。插好，对，对插进去。理论上我这样拔不出来，对，应该是按这个蓝的，哦，才可以出来。OK， 然后再固定式防盗百叶窗。这一片的用途就比较见仁见智，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半夜开着门窗，只是用一片磁吸的东西，我不安全。对。那他们就会问说，哦、那装在外面的，对，这个也是装在从里面装，也是从里面装。但是它的好处是，它可以锁，它用螺丝锁住之后啊，对，外面是这个就拆不下来，它就要从里面才拆得下来。哦，它是从里面这样伸出去，这样卡着，在那个方形的玻璃。如果两边都有，哎、欸，它就有一片而已。对，这边是没有、哦、没办法动的、啊，这个玻璃是固定的，只有这个小窗是可以伸缩的、哦。好，然后再来排风扇，还有排风扇哦。这个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可以挂的哦，啊，另外一个它也可以吸哦，它也可以吸。对，就是像我们车边帐那边，就是也你坐下来要乘凉，还是在外面要煮咖啡，就可以用这个挂。好，12V 专用小灯，小灯的话是这一个。哦，这个是12V 的里面在用 ，OK。对对，所以我刚才跟你说，如果你上铺的人有需要，就可以插这个灯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暗的这个开关。好，然后防跌安全网，这个是给小朋友用的啦。就是说，如果通常小朋友很兴奋，都会想睡上铺。对。但是如果是那种国小低年级的，他们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掉下来。对。那就是还有这个也是原厂的，它就是多一个网子，可以把。上面的上铺下来的那个洞空间拦起来，这样它比较不会说小朋友睡一睡滚掉下来，怕的话了哈。对，其实你应该不会用到的，我又不会用到。你要留着吗？如果你要留着，你就帮我打叉。哦，不用不用留，我用不到。好，你看刚才那个客人他也是比较，他这些有一些不要的，我们他就不用带那么多出去了，啊，空间就留给他。哦，也不错。然后再来卡式炉，卡式炉就这个一组，然后再来白铁水壶这个。这是我们福斯原厂的哦，这个还是原厂的哦。对，好，看你有没有要煮水啦，要就用得到就可以煮。我们会提供基本的煮水的东西，那因为像锅具那些是旧口的，对，个人卫生的考量，自己带杯子那些，对，就自己带。对，桌用小扫把，连扫把都有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说这台车这么有质感，然后又是新车嘛，我们希望说，哎，每一个客人来。不管是第一个客人还是后面的客人，我们都希望他来觉得，哎、欸，这台车就是像新车一样。哦、这个我家也有，你应该有吧？就是有时候掉一点小东西，对，顺便就能扫一下。我会带我的车用吸尘器，再驻车冷气遥控器。哦，它还有遥控器哦，它有遥控器，但那个就在前面。然后这个是面板操控的，对，哦、都可以。遥控器在前面。它有好几个模式啦，对，那我们。跟厂商讨论完，就最适合应该就是在节能模式的23度哦，节能模式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哎、欸、这个温度你还不够凉，那你就调风量跟温度就好就好了，其他不要就动。OK， 好。所以他们交车也是很辛苦，很认真。对，跟你要买新车一样的概念。对，所以买不起可以先来租看看就对了。买得起的也是会想要来先开。他在展示中心。他可以只能看，顶多也是看，对，他也没办法开，甚至他没有办法去录。哦，可以先来租，可以先来啊，很多是这样啊，就是也许是他对买车本来就有这个需求，你可以找那个就是比较平日啊，不要大节日来租会比较便宜。对，我可以上官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时候差很多。对，哦，不要去跟人家挤那个旺季才要来租。对，然后灭火器在那个洞里，我刚刚看到，露营车都有灭火器啊。对，然后手机支架我有看到，已经架在上面了。点烟器小灯，哦，这个也很酷，哦、这个很酷，它在点烟器上面。对，那它就是用途是说，
哦，也许你晚上露营要尿尿，对，找东西上个厕所，不用都一开灯，全车的人都吵醒，就拿个手电筒，小灯，很贴心。然后隧道帐面纸盒，这是我们跟一个厂商联名啊，所以它有上面有打我们的、哦欸。真的是隧道帐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之前有露营过，买过隧道帐，很可爱啊。对，那、啊、它的好厉害的是说它可以这样子的、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就是想说还可以磁吸。对，到营地很多时间你可能是就是坐在这个帐下，对，所以我们很多元素都是要跟这个结合。然后再来还有一条抹布，抹布在驾驶座的旁边，很好笑吗？那该不会有附牙膏牙刷吧、啊？没有啦，我们官网有很多可以选配的东西。是，如果你想要用有租借的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哦，到时候上官网看就知道了。OK， 那目前我这边都好了，我就是在这边签名。对，感谢立委坚哥让有牌的地下钱庄汽车贷款回到正轨。但最近如果你有资金的需求，目前贷款我最推荐的就是二胎房贷。为什么呢？额度多，利率低，审核拨款快速。股票上市公司审核比银行宽松，最高额度还有500万。只要你有工作，名下有不动产，银行不能承做的，主好贷都可以帮你办。我们绝不收代办费，重点是要找有牌的地下钱庄，没有牌的千万不要去，水很深。哎、欸，那这次我问一下，是像我们来租车啊，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如果车子发生什么问题的话，因为我们会保险嘛，嗯，我们在官网直接保，还是来这边再保？在官网选完日期跟你的车子的要的时间之后啊，对，我们就有加配加租的选项、哦、包括一些配件，那保险就是其中一个含在里面。对，因为我记得里面有388跟588。对，388就是有一个自付了20000，是，然后588反正我有选588啦，588就都没有的事就对了啦。对，安心的开这一台车啦，差200而已。对，是。然后再来我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因为它这一台车有助能，是，那助能大概可以吹多久冷气？助能我们在原厂的设定下，就是在它的节能模式，然后23度的条件，可以连续16小时不用充电。哦，所以一天应该是 OK 的，晚上一个晚上。对，而且这个的前提是，除非你是在这个营地是都完全不移动。对，要不然你车子只要有移动的话，它会充电，它就会回充。哎，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？因为官网没有特别注明，有宠物的话有没有宠物友善？我们不会不欢迎你，但是我们会着收清洁费。那这个清洁费的收法就是看车子回来之后多脏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找专业洗车师傅来做、哦、不是你们，不是，都是专业的。对、哦、所以他会根据车子的状况来报价。那这个我们也不会再去多收什么，就是师傅报多少我们就。所以我们在租车的时候，在官网或者是跟你们在接洽的时候，事先跟你们讲，对，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让你们知道有宠物。是是是。哦，那也不错，所以是宠物友善啊。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，JJ 给我们讲解这么多，那我们就跟观众说拜拜喽，拜拜，欢迎欢迎。